是阿峰。我今天带上我这个两位本地朋友，我们今天看能不能见刷现实。我们今天那个组合东西都带过来啊，东西都是留着。然后现在从美溪开始欣赏螃蟹，好，走。不怎么飞，有一个二三两，一般。今天第一个啊，终于看见一个袋子了啊！看有没有漏，哎，有漏了啊，是不是？来来，给它挖开，还会喷水出来。来来来，来来，再喷再喷，呵呵，还有喷水的。哦，这个个头还不错啊！今天第一个袋子啊。这个有漏，这个呢？两个都有漏啊，在这里。看来这一对在这边谈恋爱啊。还有一个这个马蒂罗也不错啊。哎，嘿，有一次，哇，这一次可以啊。哦，是一个卵壳的。这个卵壳里面，老卵的，难怪会躲在这个水坑里面。哇，这个个头不错啊，起码有个七八两。你看，又是一个，哇，这个头可以啊。想了老半天，终于找到一个了啊。一般见这个卵壳的，它不怎么凶，不过吃的话很好吃啊。我们先要不去带过去数吧，啊，
哎呀，现在我们已经吃完了啊。虽然说没抓到什么货，但是跟我朋友他们体验了，怎么样？觉得开不开心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火给它灭一下，然后塑料垃圾带走。这些可以给它留着回味大自然嘛啊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上，赶紧先上来再说，不然马上上超了，已经开始上了。